最近的河南郑州一个小区的物业举办了一场百家宴，为的就是让住在小区里彼此陌生的业主们都能够熟悉起来，大家一起吃饭、聊天、看演出，好不热闹。开饭了，谢谢。啊，赶紧去，赶紧去。上哪儿去？饿没饿？饿了就上人最多的地方去，就在这个小区里。好饿，好饿，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在吃呢，想吃随便拿，一分钱不要。有这么好的事儿？那不是一般的好，你来听听。业主自己带的这些，也有就是我们准备了一些，大概有个20多道菜。20多道菜哈。点心嘛，有大概有个也有20多个品种。在这儿吃，带走吃，随便你。不想吃，来来来，这边有节目看。热闹的很啊，干什么呢这儿？咱郑州一小区举办的百家宴，主要就是想让我们小区的业主能够相互认识，这边住到门对门，他们都可能都不认识。像一家人一样，今天这和这街坊像一家人一样，就像一家人一样。这都是新朋友。啊，今天这都是你今天认识来。小区物业办的。对，还贴心的设置了高龄老人的专门席位，大家都说了，这活动应该多多举办。